哎呀，没事没事，你忙吧，那饺子赶紧趁热吃了。知道知道知道，等过年我看看，初五初六吧，我可能就没事了。必须得回家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回家啊。回吧。好好好。这个我不拿，你们留着吃，回头把饭盒给我啊。行，哥，谢谢你们。警官，警官您好，警官同志您好。你们找谁啊？高启强是被关在这儿吗？家属啊？哦，我是他弟弟。我是他妹。在里面。那个，能麻烦您，您帮我把这些衣服能带给我哥哥吗？我怕他这个在监狱里面太冷了。我们这不是监狱。我们这是公安局，再说我们这也不冷啊，我们照顾他照顾的都挺好的，这个东西按规定也不能拿进来的，你们回去吧。哎，警官同志，那个来，那个我们兄妹俩包了一点饺子，现在不是过年嘛，现在要想我哥哥能不能吃上一口，您能不能？你这个东西按规定也不能拿进来的，他本身事情也没有那么大，过几天就应该能回家的啊。大过年的，你们就别在这儿了，你们回去陪陪你们父母啊，劝劝老人，安慰安慰，好吧啊。我没父母，我哥是我们家长，每年大年三十我们都是一起过的。看完春晚吧。哎，谢谢您啊，警官。等太久了，没人让我俩进来。我哥他能吃上吗？哥，那个警官，是这样，刚才跟你们已经讲过了，你们带进来的饭菜，可能交到你哥那里了。这是规定，所以呢，听我来安排啊。好，这些呢是我们自己的饭菜，如果你们不嫌弃呢，就让我把这个带给你哥，他一定会吃上。你们呢，这两份跟这个也一模一样，你们也可以吃。那我这么安排，你们同意吗？哎，同意。同意？同意，同意。同意，为什么不给我拿筷子？哦，在那儿。在那个，对对对，哎，红色口袋，哎，好。来，哎呦，行吗？慢点。谢谢您。警官，那个，我哥他能看春晚吗？你这事儿肯定出不了，没事。小兰子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二哥让回来是有急事儿啊。你放假了？我没放假呢，哥。不，我来。你从哪里过来的？我从这。一块。都是好兄弟，好兄弟，顺利啊，畅通。喝酒了？没喝，一点点。哎，多大个人了，下来，你哥的腰。哎呦，哥，没事，给你煲了汤，快进去把它喝掉。有这么好，哥？对了，找我回来到底什么事儿啊？是不是你把小兰叫回来的？是我叫的。你神经病，你叫她回来干什么？她正在上学呢。我为什么不能把她叫回来？她是你妹，她也是我妹啊。跟你说，我的事情你没告诉过她吧？哎，高启强，你不是要自首吗？这样，你先跟小兰自首，你看看你能不能过小兰这关。小声点啊！你以为你去坐牢，我们真能安生的过日子呀？好，不说我有生意，我自食其力。你说说小兰，两年毕业，
毕业之后他要结婚嫁人，他要生孩子的。他怎么跟人介绍他自己？您好，我叫高启兰，我的哥哥是个罪犯，他在坐牢，是这样吗？你的神经病！我的事情是我的事情，跟他有什么关系？有关系，混为一谈了你。有关系，我们是一家人，怎么不可能混为一谈？我把你牵扯进来，我已经很后悔了。好，你不要让小兰进来。你不想牵扯他是吧？没问题，他可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，他可以去过他想要的生活，他可以跟你断绝联系，把断绝关系都他妈可以，是这样吗？你问过他吗？他愿意吗？刚，喝水。我酒醒了，没事。那也得喝吧。哥，我记得这上面以前很大很大，有足球场那么大呀，它就这么一点的地方呢。因为你长大了嘛。这倒也是。就你他妈长不大。什么事儿啊？是这样的啊，哥哥啊，跟一个朋友到外地去做生意啊，可能要你二哥多照顾你。让我去做边境贸易，可能要走好几年，就回不来那种。他跟你开玩笑的，逗你呢。他就想看你这样，你看你，不去他哪有在边境贸易？你真的能编呢？他做什么贸易啊？他跟他有朋友吗？他真逗你呢。行了，别那么脆弱，一说什么就。行了，骗你的，真骗你的。他能去哪儿啊？你看你当真的假的？我不走，哪都不去。我就在这家里待着，天天待着。你要放学回来，或者是放寒暑假回来，我就给你做面。嗯，那找回来什么事儿？你要听实话吗？你闭嘴！哥哥每个月给你800块钱生活费，对吗？哥哥一直没钱嘛。你二哥最近开始做生意了，挣了点钱。他刚才跟我商量了一下，说希望从现在开始，每个月他再多给。你700块钱，所以把你叫回来商量商量。是说700啊？我怕他惯坏你。是我说的呀，长大了会管钱了，不会惯坏他的。啊，那你要不要啊？我要啊，那不就行了吗？你为什么非要打电话让他回来呢？是，你电话里说不就行了吗？对呀、啊，
他非说你不接受，要打电话回来商量。我说不用商量，那肯定同意。同意，同意，多好，多好。为什么他是呢？嗯，安姐，怎么不进去？啊，不了，我们就在外头守着就行。我哥这两天都在这儿吗？啊，都住在这儿。去。哥。哎，回来了啊！马上吃饭了啊！哇，这么多菜！你洗个手。啊。你爸妈呀，还有你二哥嫂子上支香。啊。哎，小陈怎么还没回来啊？他说路上堵，一会儿就到了。你叫小龙、小虎，让他们进来把菜搬到天台上去，咱们晚上在天台上吃饭。好。团菜，上天台。上天台吃。小龙啊，这些菜你往天台搬。好，小虎过来帮忙。哎，好。哎，强子，别烫，小心啊。哎呦，哎，你再给小陈打个电话，看他到哪儿了。我从下午的时候打过了，他说不回来吃饭了。他说了吗？你接着给他打，让他今天必须要回来吃饭。好。孩子吧，这岁数孩子就爱玩。对，我跟小虎啊，在这个年纪还在旧厂街偷铁卖呢。喂，请问是高启兰女士吗？是我。我们是京海市公安局。你认识高小晨和黄洋吗？我是他姑姑，他们怎么了？超速危险驾驶，还把交警给打了，现在人在京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，你们来一趟吧。小东啊，我总是觉得舒婷的死不是一个意外。小东还在查吗？在查。如果查到是人为的话，你们不用问我，自己处理就行了。嗯。哥，那个医院有点事儿，我回去一趟。不吃饭？等我回来再吃，我很快。那你要送你啊。不知道我是谁吗？管你是谁啊，我告诉你谁都不好使，你敢袭警就等着拘留吧。啊，那拘我一试试。您找谁啊？我爸呢？你闭嘴。那个我是他姑姑。那个他的事情严重吗？危险驾驶就不说了，袭警你说严重吗？方便出去说两句吗？有什么话就在这儿说呗。
他爸现在在住院，我是他姑姑，我代替他爸来的，我又不知道怎么带孩子，行，我现在也慌。行。就这儿吧。我们想花钱和解，可以吗？我们受伤的交警同志还在医院楼上静电，等他回来再说吧。姑，哥，来，苏警官，来，走。哥，走，没事，有我的，没事。来，苏警官。我跟你们张队特别熟，来，你先坐一会儿，辛苦了啊！消消气，一会儿就。什么情况？我哥怎么了？你还说呢？你走以后，你哥特生气，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找着你。那怎么办？没事，我都安排好，等着我。田同志，我跟那交警同志已经说过了，他说就是误会，你看尽快处理一下，孩子小，赶紧给放了。哼，这事儿我做不了主，得向领导反映。哪个领导啊？我领导多了，你问谁啊？叫什么呀？叫什么你管得着吗？问你叫什么呀？小伙，我叫人呢？哦，在这儿。警察同志，抱歉，咱们借一步说话。你好，刑警队张彪。你交巡了是吧？对啊，之前跟你队长一块开个会，那什么，到我办公室就说吧。彪哥，好钥匙。哎呀，给您添麻烦了，谢谢您啊。客气，请。好。你这腰间盘突出啊，已经很严重了。牵延只能缓解，还是要做手术。做手术人不就废了？你怎么不相信大夫，老在网上瞎看呢？应该相信大夫的。那大夫今天要不要一起吃个饭？今天不忙了。我总得表示一点心意啊。好，等我下班。好。好吃吗？我最喜欢吃饺子，还是大年夜的饺子最好吃。哦，你最近见你哥了吗？除了逢年过节的，我们很少见。最后一次见什么时候？你是来查我的吗？前两天吗？你看你哥这个强盛集团做得蛮好的啊。你在里面有什么具体的职务吗？我哥他很保护我，什么都不让我参与。他是他，我是我。蛮好的。我吃饭到底想说什么？就讲说你哥这个集团啊，越做越大，也做了这么久，其实情况还蛮复杂的。所以我在想，你这么单纯一个人，要不要适当的保持距离？比如说换个工作，
掉一家医院，离开京海，甚至是离开这个省，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保护你。我从小在京海长大，你让我离开京海，我能到哪里去啊？谢谢你的饺子。小兰，别再跟住了，再跟住我报警吧。我就是警察，你要报的话，我就得来了。安心，我是喜欢。你不应该欺负我。我是想劝你离开京海远一点，只有这样，你才能离你哥远一点，别受他的影响啊。我从小没有父母，是我哥把我带大的，他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。哎啊，回头再见。哎，我以为你请我吃饭，我就把小兰也叫上了。哎呀，真是，好像得有20多年，咱们三个人没有坐在一起了啊。安心啊，咱们三个人干一杯。不管是以前的建工集团，还是现在的强盛集团，小兰是从来没有过问过我公司里的事情。简单讲呢，我是我，你是你，小兰是小兰，咱不要混为一谈啊。你们两个人呢，岁数也不小了。我，哎，你听我把话说完。如果我的妹夫是安心，我是非常愿意的啊。哎，我那还有个会，你们接着吃饭。哎，啊，我这个呀，我就买单了，你待会点，他买单。啊，哥，哎，那个我呀，回去我也有一个。你呀，要真不喜欢，就说清楚。他等了20年，帮帮忙啊！你们俩。我哥他就这样，给我打好多电话，不影响你工作吧？下班。那就好。最近怎么不来医院看伤了？不疼了吗？哎呀，我这个胳膊，看不看的也好不了。你该吃药得吃药。吃不吃也好不了。你得坚持。哎呀。坚持不坚持也好不了，可能能治好你的不是我吧。最近我们医院要组一个医疗队去支援非洲，我打算报名。蛮好。说是可以有一名家属陪同。等你想好了，报了名了，把日程跟我讲。走的那天，我开车送你去机场。啊，
我请佛祖保佑，让他别再骑摩托车了。他骑起来不要命了，我是怕他撞到路人。瑶瑶，你呢？高总，这些年你的香油钱从来没有断过，您真是一个有心人啊。谈不上。小兰，嗯，哥，难得你今天陪我来寺庙烧香，咱们一起吃个饭吧。老宋，哎，强哥来了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哎，我儿子小陈。哟，小陈，这么多年没见，长大了。你啊，小时候跟我来过一次，这老板宋叔。啊，宋叔，小陈长得一表人才啊，以后有时间多来叔这儿。强哥，看今天点点什么？儿子说了算。你呀，跟宋叔到他厨房去看看，想吃什么你就自己拿。好，我带你们去。你们今天先去外面吃个饭，一会儿再回来接我。是。哇，真搞，真搞正。真搞，有多过啦，真搞。太多了，你。哦，你拿你的。抱歉啊，两位，这张桌子有人订的。订咗，有冇写你嘅名？有冇写住刘伟？我咧平时咧就一路食开呢间酒楼嘅，呢张台咧系我长期坐嘅，唔好意思吓。喂，我哋嚟先嘅，你一条友啫嘛，搭台咯。我唔系一个人，我同屋企人有四五个人。拜托两位吓，唔好意思，你再搵张台好吗？够坐啦。哎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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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好意思啊，这张桌子老板已经预定了。喂，你边个啊？啊，我系呢度个老板啊。哦，老板啊，咁你评下你啦，我哋嚟先啊嘛，佢一条友坐喺度，唔啱一齐坐咯。不好意思，高老板不习惯跟别人搭台啊。有钱大晒啊！你点嘅？唔好意思啊，可唔可以咁样，老板？两位咧，老板帮佢哋再安排张台，你今日食饭、饮酒乜都好啦，入我数好吗？帮帮忙吓，我同屋企人食饭啦，帮佢先，帮佢。刘总，来来来，唔好唔好意思，带一下他们，请不要帮我抢。走走走，有钱大晒咩？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来人了！来人了！将军火车，快点！将军火车，快点啊！